我希望各位小心哦，农历寒木兰，今天农历开桥，海南名菜榨菜，首先是文一贤弟，顿顿利利也以来，新的一年也以来，生意顿顿利利。你家学生呢，也是顿顿利利。老人家呢，也是顿顿利利，健康。第二道呢，就是食材的汤碗。汤碗呢是以前的长命百岁，啊，不贵之家。啊，我们这道菜的意思是，全部的菜有胡萝卜、金针菇、云耳，其他的一些榨菜，包括香菇，就是象征是富贵满堂，有新的一年有好的开始，接下来我们先把锅热一热，首先放油，你也喜欢这个姜的味道，还有一些是葱段，也给它增加香气。然后就是一些材料，就是有肉类、爆香，我们稍微添一点米酒，给它一点香气在里新的一年，大富大贵，长命百岁。Okay.